爆发力强，热情澎湃，表达自我。想知道街舞和张健敏的关系，那就记住不要走开啦。在青少年展艺馆举办的与青年有约这个活动，会定期地邀请本地的年轻创作人分享他们和艺术创作的关系。今次就请到纪录片《舞价值》的导演张健铭，和我们分享他对街舞的热爱。咁不如我谂都系即系围绕街舞呢一个咁嘅话题咧吓，先同阿张健铭倾下偈先啦。你系几时开始学街舞？我正式学跳舞应该系我中学毕业之后，大概2001年。咁嗰阵时咧就我识咗个朋友 Kelvin。咁嗰阵时第一次跳舞咧，我记得系我唔系咩 studio 跳，又唔系咩街舞跳，我系黑沙青年影社嗰个厨房嗰度。呢個係全學跳立個跳舞啊！因為嗰陣時嘅關係有宿營，咁咧嗰陣時個宿營咧就我哋夜晚咧就一齊玩。咁嗰陣時夜晚突然間聽到有個人玩全房教跳舞，就即刻就去睇下。我嗰陣時識咗 Kelvin， 咁嗰陣時佢開始教我跳舞。咁跳跳下之後就跟咗澳門歌手孫鳳，就入咗佢哋個組合叫 Ice Cream。咁啊，再過一年時間之後咧，就冇同啲澳門歌手一齊跳。咁我哋分咗兩 group 嘅，女仔咧就而家澳門好出名嘅女子組合 Ice Cream， 咁男仔就變咗4人。其實我都好多問題嘅啲街舞呢樣嘢，因為其實我幾驚嘅，見到人跳街舞，因為我知跳舞啊，咁咧就又調轉個頭啊，又成咁嘅，係咪好新型嘅？其實嗰啲係一定要做緊新運動啦，咁同埋佢哋一開始一定要學嘅仲要打低先。咁係啊，咁嗰啲我都學過，因為我自己平時都唔係太過叻啦，啲技巧方面，高難度嗰啲我自己都好少玩，多數都係玩一啲齊步，即係我哋俗稱為齊步。你跳即係街舞過程啦，即係你都係年輕人啦嘅，父母有冇啲覺得啊？呢啲都係啲好似曳曳地嘅嘢，我感覺啊，或者我就冇啦，但我身邊有啲朋友有，我試過一次我哋多數都係喺館出面跳舞嘅以前，我試過轉，係行街村嗰度跳，咁但係試過過一次我，即係有個朋友我識嘅，咁嗰陣時我叫佢嚟同我一齊跳，跟住跳舞嗰一次咧，佢阿爸突然之間咧係撐我出嚟，都掘佢出嚟，跟住之後咧就喺下面就大聲嗌，孫仔咧應該唔翻屋企咁樣，跟住就拉住個仔喺度打佢喺面前，跟住之後佢成班好嘢我望住佢，跟住又搞到我好似變咗班好衰嘅衰人。咁自從嗰一次之後，即係幾大感受咯。嗰一次，咁嗰個朋友都唔再同我哋一齊跳舞。其實我諗，我哋呢班學生仔都幾自己跳啦，咁自己去做表演，其實都冇解釋過俾任何人聽我哋點樣。咁所以其實我哋都唔會特登啦。但係今次我拍呢條片咧，就正好咁好適合大家去了解我哋咯。咁其實我都睇過啦，即係都幾感動嘅感覺。即係你跳舞啦，由開頭跳大舞啦，後來轉街舞啦。其實你斯斯文文咁嘅樣，咁開頭我知道跳街舞嘅，我都唔係好信嘅。再後屘跳街舞咁樣咁樣，咁其實有冇轉變啊？其實學咗跳舞或者跳街舞之後，對你個人生有冇咩特別嘅轉變？哇，好大轉變！我想講係，即係我以前咧係我而家會稱呼做呢啲後生仔嘅電車男啦。我以前是 100% 的電車男，我日日匿喺屋企打下機啦，上下網啊咁樣，咁啊成日對住電腦，咁咧就出咗嚟跳舞之後，人嘅圈子就大咗。咁嗰陣時咧就同埋會，因為以前我其實身體唔好，我平時喺中學時期都係免費房，咁我平時坐喺度都睇人哋跑步，我係做運動都唔做得。有咩理由要免費房？因為我有哮喘，係啊。咁跟住之後跳完舞之後，身體越嚟越好。咁跟住之後，朋友又識多咗，我都咗人嘅圈子，跟住之後亦都參與咗一啲社會活動咯。咁其實對我影響係好大，即係以致到我
興趣啊，同埋我做人嗰、那個都係好立㗎嘅，即係乜嘢都唔好敢出聲啊，乜嘢都唔好敢試，唔好敢做。但係慢慢做之後，自己有咗自信，咁跟住之後有好多嘢都會嘗試去做。你最開心係同埋一班朋友一齊做，即係喺澳門推廣呢一樣嘢，譬如環保或者係街舞，其實而家嗰個氣氛係點樣？其實係好多人中意睇，好多人中意學，好多人中意跳，但係冇乜人教。因為即係大部分人都要翻工啦，咁用自己嘅空餘嘅時間去做呢樣嘢，搞個會就已經係用咗好多時間，咁變咗如果再加入，變咗就話其實有一定難度。